我是 Dominic， 是自动系统 ASL 的 CTO。 首先好感谢啦 CoreHub 啦颁发自动系统 ASL 这个年度奖项，得到这个奖呢，其实我们除了得到市场的肯定之外呢，亦都见证了我们集团呢其实很重视客户的数码转型。通过我们专业的服务啦，我们可以帮助客户啦提升了他们的营运效率和业务的转型，令到他们得到更大的协同效益。咁 ASL 咧，其實已經喺香港咧就扎根咗47年，我哋喺1973年香港成立噶啦。咁亦都喺1997年咧喺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咁通過我哋呢47年嘅發展咧，其實我哋已經成為亞洲區領先嘅資訊科技服務同埋解決方案供應商。我哋而家 serve 嘅客户咧，超過咗3000個客户噶啦。咁講到我哋自動系統 ASL 嘅優勢啦，其實我哋係成個資訊科技行業嘅龍頭，咁亦都具備咗尖端嘅科技人才，從前端、後端成個資訊管理嘅能力亦都係具規模嘅。咁講到創新科技嘅應用咧，其實我哋幫客户咧喺科技咧同埋佢哋嗰個實景應用方面咧做一個接軌，幫助佢哋做一個快速嘅數碼轉型。我哋展望未來咧，亦都會提供一個 as a service 的業務模式，整合我們的應用程式開發、網絡安全、全渠道的管理服務呢，作為一個 Unified Technology Services。在這個大數據和雲計算的領域之下呢，我們可以快速地回應市場、令到我們的服務能力和解決方案呢可以在市場得到更大的競爭力。